远处的火炬依然在着着火。今天又是出发赶海的一天，光明大道啊，还有火炬相伴，真美好。出发！我去，谁家的宝贝？这房间罐子吧，太沉了，我也弄不走。大晚上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螃蟹，看见了吧？螃蟹。上不去了，小嘎啦的，小嘎不行，真是玩，没啥玩头。我去，他下地能逮这么多鱼，还活的，还喘气呢，这个，都在喘气，真多呀！天哪，奇迹！走，妈娘嘞！多硬啊！妈呀，这边是怎么回事？哇，这不都是宝贝吗？收下，当饰品呢，放在我的水族箱里。收下。哇哦，发财了！天哪，怎么回事？收下。哎呀，一把把抓。哇，月亮杯，神奇，还是青色的，跟骨头钱似的，看到了吗？太神奇了，大海就是很神奇，是不是？这怎么也有叉着？前两天见过叉的，现在还有叉着的，真帅啊！为啥会造成这种景观呢？为什么它怎么插进去的呢？不应该啊！你看它那螃蟹腿在上面怎么倒着插进去的，真邪门！哎，看这螃蟹的眼珠子，找找这螃蟹眼珠子，一照它它不敢动了。这螃蟹这眼珠子，小嘟噜的，这还一个爬的，嘿，真好玩，嘿，有意思。呀！真多着呢，太多了。哇，我得仔细找找了。这螃蟹轨迹好小啊，那在这儿呢，太小了，这个让你长大吧。哎呀，心存善念，对吧？十万都要心存善念的，大家好吧。看我视频的粉丝们都一定要对待万事万物一定要心存善意。又一个，这给我炒一盘了，明天中午能加个餐了，有营养价值。又一个，那一会儿就抓一把吧。鸡屎螺都是啊，太好吃了这东西。我有空给大家出一期视频，教大家怎么做。哈哈哈哈！发财了！你听见了吗？露着半瘪肉啊！当我看不见你啊！啊！哇，这个太大了！我去，真是发财了！是不是？特地选出他俩来给大家结尾。啊，风口大呀，推的手确实
尽量不要再干海了大家，那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吧。喜欢我视频多评论哈，下期跟大家开直播吃螺怎么样，拜拜。